今年的房屋税从第五月份开始征收，在税局为了让市民会当更加方便来纳税，现在也提供多元的方式，只要使用指定的行动支付，就有机会抽到出资金，或者是智慧型手机订户咧。房屋税的征收将要第五月一号开始展开，这几年来市府持续甲无同的行动支付业者合作，希望提供更加便利的缴税管道。今年也特别增加了两个行动支付的管道。出席房屋税开征记者会的市长吴伟特也肯定了台湾的缴税方式对市府甲民众都是双赢的局面。跟优卡公司合作，合作的内容当然就是希望说能够带给市民最大的便利。一方面，我们可以用悠游付来缴税，好，那这样子基本上都不用亲自再去这个税捐系征场所来跑一趟。另外一方面又可以有这个抽奖，而且又可以打折。譬如说你缴1000块的税，你可以拿50块的税，50块回来。那这样的话，等于说你只要缴950块的税就好了。那所以说，用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大家增加缴税的税率的这个缴税的这个便利，还增加我们行政作业的效率。啊，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民众有这个回馈，我觉得也是创造三赢了哈。即个使用指定的行动支付，除了有回馈，也阁有机会抽大奖。业者是希望透过即个机会，亲近台南的市场。台南市政府这边的合作只会小费税吗？当然不是哈。其实我们想趁着这个机会，来也跟大家宣布说，在黄市长支持，还有台南市政府的长官的一个携手之下，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深耕台南市的大街小巷，能够一起推出台南悠游经济底。让我们把我们悠游付即将要推出的结合消费、饮食、交通的这种优惠券，把全台湾2000万多的卡友都带来台南市消费。在税局提醒市民，税单现在都已经寄出，如果民众无收到，会使到超商或者是税务的柜台来补返。缴费的期限到5月31号，请民众多加注意。记者郭博义市政府采访报道。